got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. Don't you want some of that?叫上兄弟一块蹦迪啊！别磨叽，说好了啊！巴萨知道，哎呀，这踢的啥玩意儿？切尔西的几个队员传起来，好像有点小心翼翼。对，这实际上呢，就是说，AC 米兰打巴萨时候，基本就是这些招数，哎，全都用上了。这是对付巴萨的，从战术上来说最有效的。这前场的界外球，嗯。